先生，您的热狗。呸呸呸！你做的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我在美兴待了十年，也没吃过这么难吃的热狗。推荐。竹马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家的热狗吗？小雨，真巧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家热狗难吃死了，千万不要买。难吃？走，小雨，我带你去前面商场吃的去。那个热狗还没给钱呢。你好，结账。我美兴都没法比，也就这家商场还不行。先生，请你戴好口罩，配合我们做一下防疫检查。我又没生病，给我站开。特殊时期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不佩戴口罩不能进入商场。你不让我进，我偏进。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不能进。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我可是在美兴生活了十年，有美兴卡的贵族，该让我进去，不然我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只不过是有张破卡，你哪来的优越感？放开我，贱民！我可是美姓贵族。我管你是什么姓什么族，既然到了这里，就要遵循这里的规矩。区区一个美姓也在这里乱叫，怎么样？我才不敢了。